了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就是一个大地方，大地超级大，真的是超热闹的。对，就是鹿港啊，这里是鹿港。对，怎么了？跟我印象中的鹿港不太一样。我们现在是在鹿港，我们现在也是在庙，也是在天后宫。可是这个，可是跟我们熟知的天后宫有点不太一样。没错，这个是赤剑天后宫。赤剑天后宫，对，赤剑天后宫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它不可能清乾隆帝啊，没错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历史系的。你是历史系，真假？那你们帮我们介绍一下天后宫的由来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，赤剑一定就是，你看它上面有写皇帝的名字，然后赤剑一定就是他叫他们建的。皇帝宣布要盖的天后宫，对，要盖一个。那天后是谁唱的？陈思安。也想太久了吧？想不起来一个。对，就是皇帝说要建，应该是这样。而且他前面那边还有一个下马处，一定要从马上面下下来，因为是皇帝的。对，那既然我们来鹿港，势必一定要好好的吃一下美食，对不对？鹿港的美食来讲一下。我知道那个庙旁边都有鹅啊，对吧？少一个字。煎对，哎，有蛋鹅啊吧，我记得还有炸鹅啊，包的那个东西。我们势必一定要来好好吃一下鹿港，必要的，但是不能纯吃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不是美食节目，谁要吗？我们需要谁要跟你纯吃饭啊，对不对？又也是你请客啊，可能要先挥洒一些汗水。对啊，我们一定要来点小 PK 游戏嘛，大家看一下，要 PK 什么？这有点什么 PK？ 有三块板子，好，你选到的食物呢，就是你今天的任务。那我们一起看喽，好，一二三。碎的，真假？哇，太简单了吧！哎，我这个也很有名哎，鱿鱼，鱿鱼烤鱿鱼，跟着味道走就对。对对对，你这个，那你闻。蚊香，蚊香。哎，可是我们不是要找美食吗？可以吃的，是不是？你自己领悟。我们已经给你图片了，反正你就顺着图片。我就问路人好了。对，你就问路人，随便问店家，一定会知道。各自顾各自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哦。那但是在出任务之前，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我们三个都很喜欢吃的东西。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超适合，尤其是你，我又我又有我的事，对，又有你的事情了。什么东西？这附近有一个名产，就是葱，吃葱会变聪明啊。我们先去找葱，好，先去找完葱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美食 PK， 就可以很快找到。没错，这就是重点。好 ，Go， Let's go， Go， Let's go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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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喝了几罐。继续，所以这里是……哎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有鉴于我跟他算是有私交，我觉得他需要吃一点东西，什么意思？来让自己变聪明。好，因为你觉得我们太瘦，需要吃一点东西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太笨了。所以到底吃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吃这个东西，就是葱。吃葱才会变聪明啊！有这种吃的笑话吗？不是啊，是以形补形啊！是啊，以谐音补脑袋啊 ！OK， 所以我们背后这个绿油油一片，全部都是葱吗？对他们都是葱，都是好棒。那你吃什么豆香？你看他们是不是该吃葱？傻眼，我说对了吧？这是你刚刚称豆香，你跟我说这是葱，这是稻米，绿油油是稻米吗？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去找大哥，大哥会帮你解答，拜托啊，我们先去找他。你等下就去跟大哥说，你等下就去跟大哥说，大哥，我想要采这边的葱。哎，你好！我今天带两个人要来帮你采葱，采葱。他们说他们想要采那边的葱，那个是米还是葱啊？那个是稻米呀。你看，是葱啊！那个是葱哎，那个才是葱啊！对呀，天天吃的东西怎么会不认得？对啊，真的是哈，葱一长这样多，葱多。可是你们有采过葱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是爱吃葱的吗？我超爱吃葱，我也很爱吃。太棒了！那我们今天要来帮你们采葱。对。可是采葱是不是？你拔得起来吗？你拔得起来吧？可以吗？试试多重？跟拔萝卜一样难吗？不然，大哥，你试看看。你试看看，大哥，你试看一次。我随便拔哦。
我示范一次哦，一手。一手拔下面，这里拉起来，拉起来就好了。那你这一株，你再试一次，这样拔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它就凹一下而已啊，好像很简单。你会吗？我会吧。哎，可以耶，大哥，你好棒哦，你会拔出眼呢。大哥怎么？大哥连看看都没有看，没看到你拔的，你好棒。这个土要打一打，打。哎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总不能跟大哥这样子一道一直踩吧？那我们要不要来个踩冲比赛？每个人一行啊。每个人一行，来个踩冲比赛，要不要？要是要看到你确定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要甩那个土吗？要啊，也要晃好啊。哎，我这样子算一把而已吗？不是，这么多哎。5、1、2、3。哇！哎，我去挖，还蛮得心应手的。我要再看一下是。我们刚刚踩的有没有合格？可以可以。我必须说，是蛮累的。所以，大哥，你们平常是自己人工这样子直接踩过去吗？很累。对啊，好辛苦啊。好，那大哥，我们接下来踩完冲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要这样。手收起来。要放这样。哦。给它包起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拿起来看重不重？哎，这样对吗，大哥？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采好这些葱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回去洗呀。要洗，把那洗干净。剪啊。那我们就跟一人一包哦，拿一包。好，跟大哥走。好。你拿得动吗？这超重，这超重。可以可以，这超重。走吧，大哥，不要小看我们。哦，你好棒。一百路，大哥。走，赶快走。快移动啊！快移动，大哥！啊，快不行，快走！亲爱，我们刚刚不是一人一袋吗？不行，一人一袋我们太柔弱了，不行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先放着，先放着，先放着。哎，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洗车方式，看起来超凉。对，我们都穿着雨衣，我们穿什么内湖村啊？哎，我们关心者为您现在。福报的是台风动向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光要进去都觉得很困难，有没有？我天哪，这风雨好大啊！大哥，你的洗冲方式好特别哦，对，超干净哎，超干净，你看好白哦。大哥洗完之后，干净，这泥巴全部都不见哎。那大哥，我们帮你洗好不好？好。那要对着哪里冲？我示范一次。好，没问题。不会吃水吗？这也是一级摇滚区哎，对啊，你只要冲的话，你等于洗澡了，对啊，等于洗澡。哎，他怎么都不会洗啊？夏天很热，但是我们应该要把雨衣反穿的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吧。来来，艾柔加油！哇，我这个水很烫，这也很危险。那水很强哦。哎，小心！现在最害怕的是摄影师，我跟你讲，我先帮你把这个拿过来，我帮你拿手机哦。好像那个，传手，快传手，防御人了。要抓住，抓住，要抓住，要抓住！哇塞，哇塞，你没有在冲啊，你都在冲刺，有吗？你要把这个吃掉，好，快把这个，把这个拔掉，加油，把这个拔掉，帮我拔掉，快拔掉，快拔掉，这也是感谢你，我们一定要分工啊，我们没办法自己完成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可以了，再冲，再冲，好，再冲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加油！你不能拔，你不能拔，不能拔！来了！我往这边扶着，我往这边扶着，这样好。好。
再说，赶紧。我在选手动哎。抓紧好不好？哎，这真的手很水柱来的，像是那个游泳池大的水柱哎。那个可以冲了，冲背哎，那你要冲背看看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放下，你不要冲背。认真，我帮我十八，帮我十八一下。它会很痛。会哦。会痛哎，你确定？十八的水柱啊，你试试看。确定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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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腰就好了呢，我觉得。按摩。大哥说我第一次。是吧？当时不要再玩了，你看很认真。对面的选手。快先跳！哎，我们再来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啊！好来喽！哎，对对对，大哥，狂点头哎！哎，好，很好。这个，我这哎，我这可以一人作业，我完全示范给你看，你看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你还有什么感觉？大哥是这样，抓到诀窍了。抓到诀窍。两位现在什么状况？我们去台风天，我睫毛还在吗？对，睫毛还在，还在。啊，我全都是水，对，倒一下，倒一下，有点凉。对，想玩水的时候，其实蛮好玩，还可以做点家事，我觉得蛮好玩，我觉得很疗愈，很疗愈。就不要化妆去吗？那我们还要补妆吗？需要。需要。好，我们去补妆，拜拜。步骤，来呀，过来，阿对了，加紧。所以我们是要把那个黄黄的拔掉吗？系啊，那个先用啊，又起来呢，哦，又清气，啊，这里，哦，黄色就黄色，二哇塞，上面黄黄的，懂了，嘿嘿嘿，啊，那个这个又清气，又清气哈。阿姨，我这样可以吗？这不行啊，这东西用掉。啊，这马上要用掉。对啊，不够绿的，要弄弄掉。啊，这么严格哦。啊，很严格呢。姐姐，当家不？姐姐，当家不？会啦。会当家。会啦。啊啊，要吃多位，多位会当家。吃这只啦。吃这只。嘿嘿。这个白白的最好吃啊。这样子，这样小小一根这样，来最白的地方。开始香米。来，艾龙。嗯，先谢先谢。谢谢，现采的葱啊！干杯！哎，干葱，干葱，干葱。哦，有香味。哦，有香哎。我爱香香的哈。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汁是甜的，它的辣是在你嚼着嚼着，对，会出来，然后会变得很呛辣。嗯，有什么比这更新鲜？真的，现葱啊！你要多吃一点，才会卖量掉。好，来吃。哦。这是前面的，这可以吃吗？谁不知道、啊？我根本就不用导航，我熟门熟路啊！它就在天后宫的正旁边。我跟你说，刚刚说什么？三分钟买回去是不是？我今天三分钟吃完给你看。老板，我要一个综合煎，老板。好，没问题。综合的。我要现吃。对对对，综合综合。哇，那个好大鹅啊，好大颗哦，超级大颗。老板，时间今天还是帮我注意一下。好好好好。我想第一名啦。OK OK OK OK。
俗还是要问一下，老板你在这边开多久了？我从阿公到现在三代，你第三代，第三代，然后再来都第四代了。一代大概都是抓三十年啦，三代大概是快九十年，应该有七十年咯。没有那么老了，时间上我说开幕，开幕至少五十年以上了，五十年以上了。对啊，对对，我们好险是平日来，假日你这边都要排队排很久，我们哪吃得到？有时候还会见不出来，就先休息一下。老板，那你我问你哦，好，你附近有在卖蚊香吗？你要吗？我买来送给你也没关系。没有，我帮人家打听的。帮人家打听的。有一个人他要找蚊香，蚊香、哦，可是那个蚊香好像是可以吃的蚊香。可以吃的蚊香，嗯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吗？比较少听到。鹿港人都不知道陈思雅的东西在哪里，我就看陈思雅可以花多久时间找到。快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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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哦，料超多，料超多，帮我加酱，帮我加酱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来，一模一样哦，啊，还有时间在那边吃，我把它吃完。秀，秀，哦。好，边走边吃，直接回庙口。下马处，我要下马。耶，我今天要找这个蚊香。蚊香可以吃吗？是不是那种什么创意蛋糕啊？我有点觉得好像会有这种东西。哎哎，那里有那个哎，那有毛笔哎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历史系的。你好，这里有出产毛笔哦。你先写看。我写写看吗？是很厉害吗？哎，我很会写哦，要这样子对不对？啊，有那个吗？可以沾水。沾水。沾水才可以。我小时候有学过。真的啊？会。大哥，我这样写好看吗？对吗？可以。可以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小孩都不会写毛笔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哎，不对啊！啊，我要找这个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知道啊。你知道？知道。是假的，在哪里？在前面而已。在前面而已啊！这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好，你看，我很快就找到线索了，这么简单。哎，这有那个。面苏力达假的面苏力达姆，还有火柴棒，这感觉很跟这个很像哎，可是不知道它是卖火柴还是卖吃的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你看，哎，这个哎，你看小护士布丁。你好，好，请问你知道哪里有卖这个？哎，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对，就在这边，就这个。对，有点太突然出现了，我以为很难找哎。这个是饼干吗？对，饼干，造型饼干。哦，然后你们把它做成蚊香的样子。是，然后还有 OK 蹦火柴这种各种。对。然后这个我刚好看到，这是布丁，对，布丁香草口味的。哇，看一下，哎，还有香草纸哎，高级的。那我可以吃这个吗？对啊，吃看看。哦。然后是丹妮口味的，然后这个是抹茶口味。抹茶口味的。嗯。都是饼干哎，对，饼干，造型饼干，就是长相是蚊香哎，哦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火柴也很酷哎，这是火柴对不对？对，火柴造型。哎，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吃啊吃。什么都想吃哎，我想吃这个。嗯，哇，好好酷哦。那我可以吃这个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。鹿港姆这个吃起来有点怪怪的，有点感觉很凉。布丁。好好吃哦！我们是用五谷鸡蛋做的，比较没有蛋腥味。嗯，真的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这个很推荐，推面苏力达姆，而且这样蛮可爱的，你看这样，然后吃不完可以盖起来，对对对，然后吃完还可以带回家做别的利用啊，然后可以当装饰，对，这个好赞哦，所以我完成我的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有在三分钟内吗？没有，3:40。哎，我很快了吧？那我怎么办？就没有过关，就没有过关。
拜托，刚抽到这一张有没有？王牌，这个谁不知道？一看就知道，鹿港天后宫旁边呢，就是斜对角就有一家鱿鱼王。你看，第二家我们就到了。你看，第一家，然后第二家，是不是？第二家就到了，直接到了，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老板你好，这应该是你们的鱿鱼吧？对，是我们家的。简单，对，而且你们家真的是超有名的，我真的随便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，真的，我刚刚就是靠 Google 走过来的。那我要点一份，好，它有什么口味吗？就是看你要不要辣，要，然后我要微辣，好，微辣。啊，我们那个特色是葱跟洋葱，要吗？好好好，要，一定要。哎呀，哎，所以我刚刚走到这边大概多久？2分37。2分37。是不是3分钟太简单了吧？可是我觉得我的劲敌应该是李毅吧。他刚刚哎，他跟这边超熟的，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获胜。没关系，先吃完再说。好香哦！谢谢哇！哎，天啊，这边的葱真的是超香的。你全台应该找不到鱿鱼加葱、洋葱的。哎，对耶，那个有调过。真的啊，你们看，满满的，超级超级好。我们刚刚不是有去采葱吗？就是超级好吃的葱，还有洋葱。嗯。果然就是超级清脆的，跟我刚刚在那边，然后刚采下来的真的都一样。我们配一口他们的鱿鱼，嗯，好大块哦，嗯，还有那个鱿鱼烤的实在是太入味了，那个酱，难怪这一家真的是来鹿港天后宫没有人不知道的，好厉害，而且又好便宜哦，才130。要把它吃光，好多啊！没有错，大家看到前面的产品就知道哪两位是获胜者，有在时间内答。搞不好很多料，搞不好有很多矿物质在里面。因为毕竟我30秒就找到了颗鹅啊，你那个那么简单，有什么好教？对，你拿到鹅才不一定知道。我知道，很好，你也是那边那么多间。那你也是你几分？我2分多。哎，你也蛮久的哦。还好吧，你自己多久？时间内，我才3分40秒，可是我那个摆就很难呐。还好吧。你知道蚊香哪里有卖蚊香吗？很奇怪，没有人知道。你方向错误就对了，對啊、蚊香。那你后来怎么找到的？因为有一个毛笔摊的老板告诉我，毛笔跟蚊香果然有搭到，对，很奇怪的搭配。但是我有带礼物给你们，带礼物。对啊，我来孝敬你们，这么好，我来孝敬你们。该不是医药箱吧？我需要医一下你们的。在哪里？哪里？你脑子去好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因为我吃的太惊艳，然后我就决定一定要打开。这是什么？面霜达姆？对，是什么？我打开看看。打开，这，哈，好贵哦！是有，是布丁，是布丁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是布丁呢，你直接吃，可以，可以啊！你刚那个动作，小小停一下，所以这一摊就是蚊香的，对，现在是蚊香。他那家店都是做类似这种火柴啊。老板知道这家店吗？我知道。老板呢是鼎鼎大名的面茶小开，哦，第三代。你好，你好。但是因为你知道面茶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，它已经快要没有人吃了。哦。对。然后年轻人也都不知道面茶到底是什么。光听到名字都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面茶那种有。然后有做过饮料嘛？对对对。因为小时候我对面茶真的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冲泡，热的糊糊的那种块状。对，我觉得口感对我小时候的我来说没有，我觉得面茶是需要有点人生历练才会懂吃。对，很需要啊，需要。我长大之后，我觉得面茶很好吃。OK， 那我们是不是要吃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？哎，就把面茶改良了。对啊，没有那么苦的感觉。吃法，可以让不喜欢的人重新喜欢。哎，面茶其实真的很美味。嗯，对，而且它不是只有冲泡，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。你看我们这个冰，能想象是面茶哎，我的是什么口味？我的是面茶粉粉 QQ， 上面加了一层海盐奶盖，可以搭配那个面茶。它是奶盖，对，海盐奶盖。天哪，而
超棒的。还有是玉芝芝，它上面就是有芋泥，然后这个是泰式的那个绿茶干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光贴上 IG 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在哪里？你就是狂问，没错，看起来很好看。推广推广，那我们就要开始。是啊，吃啊，不要客气哦，我在等你。我来看看我的清冰，你要吃饱哦。这个真的就是清冰吗？对，就是水。对，跟你讲，就是很健康。对，有一些清冰会加一些东西啊，糖水。对，这个就是白开水。嗯，你看它上面的奶盖。对我觉得这里的水也是蛮好喝的。哦，不理我。会比较有层次感。对呀、啊。因为面茶吃进去，它就是面茶的香气，我觉得面茶香气很足，对，然后粉粉的，对，因为我们面茶会跟市场不一样，我们制法是不加油就炒，无油，比较健康，对，所以你吃这个会比较提出那个层次感，没错，对，然后它面茶它本身带有一点点很微的甜味，嗯，然后那个奶盖一上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咸甜之间的堆叠，对，就会觉得这个。对，这个有点无法理解。哎，我刚刚一直以为这个是那个芋头冰淇淋，就它是芋泥，扎实的芋泥，整颗芋泥吗？对，然后呢，你看它就是料有这么的多，而且它不会混在一起，所以你就是想要吃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搭配，芋泥配着那个刺，我觉得都很特别，对，就不会让你会觉得好腻，怎么全部都混在一起？老板，这里就是除了冰之外，还有这面茶饮料。饮品，对，这个是宇治，还有搭配那个，这个是泰奶。就是其实很广，它其实它可以搭配的口味很广，抹茶、泰奶，还有包括肉桂、对、杏仁，对，这一杯很复杂，对，它好香哦，对，它就是我觉得面茶真的是一个香气很足的小点心，加进去的话，它可以补足一些香气，或是让香气可以更多，然后更满，那个香气的堆叠，真的，而且我第一次喝到就是。蒸奶里面加面茶，所以它就是你好喝的蒸奶之后，然后再加上一层那个面茶的香气。对，所以其实在吃的时候，哎，融合得很好。对，面茶真的鹿甜点真的很优秀。小看面茶了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所以大家其实来鹿港的话，鹿港其实大家知名的，比如说像是蚵仔煎啊，还有鱿鱼王啊，还有鱼香饼，还有那个算是伴手礼的部分。对，我觉得买一些伴手礼过去，或是你吃饱了，你可以来这边吃甜点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天气很热，这里就是气氛很好，休息凉凉的，休息一下，很悠哉。鹿港其实除了传统的东西，它也有传统跟新的东西做结合。很多地方你慢慢玩，慢慢探索，你就会发现不一样。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我们继续吃，然后你继续吃清冰加面茶，慢慢吃，喝水。好，现在我们下次见，拜。